我觉得我跟房管家之间，一些工程的配合上面，房管家他自己有一个他经营的理念，那你房东所没有想到的、所缺失的部分，他会帮你做完善的规划，帮你解决目前的问题，还有以后的问题，甚至你没有看到的问题，这样子互相激励。然后他们对工程施工方面要求的很严格，绝对按照标准施工程序，安全最主要是安全啊，这个理念跟我非常合。然后再来就是把你的房子它所有的附加价值提升到最高，让你的感受啊，这房子的价值相对的飞快的提升啊，以我这边来讲，真的是目前是这附近的最高价，这我可以拍着胸脯讲，完全提升房子的价值并不是每一家公司都可以做得到的。另外就是施工的品质，我几乎全程进工我都有来看，施工的品质非常非常的精细，不是外面所想象的那种东缺西漏的，它的工程流畅性还有它的工程完成度非常的高，我给予非常非常高的评价，以后有机会会持续跟房管家继续的合作。谢谢。